action。哦，开始了。说完嘞。你好 ，Gosh Demand。2010年4月25号，现在是凌晨的11:36。这是我们第一干六人团第一次有录影存证的。Make a choice。好烂。你没有讲歌名。哦，对，有那歌名。你要介绍团员。还有介绍团员。学弟妹们，我是最帅的学长，我叫尤俊焕，准备。现在介绍第一个学长，什么手啊？什么手？什么手那边呢、啊？吉他。哦，吉他手。小班。鼓掌。自己说啦，不想介绍。哎、欸，快点啊！最强。我是最聪明的。最强的悲情女子。你是哪位？雪芳学姐。我们未来的教学长，玉生，啊、玉生暴发户，魔兽，请不要找他，谢谢，他是神手学长。最后，介绍一个最重要的人物，他就是，来，来看我两秒钟。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不要讲啦。哦，新产物，他就是，他就是我们会吹长笛的可爱的学姐，他叫做。小雅，欸，因为我拿相机，所以不能拍手，大家见谅啊。现在我们开始团练了。所以你要放在哪里？了解。